个经典口味啊，我专我等一下就会说我跟大谷翔平同一个行，同一个口味。9点前就到，我大概8:50左右。想吃啊！我以前可能小时候有吃过，但是中间都没有再去美国，所以也没吃到。会有个经典口味啊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就会说，我跟大谷翔平同一个口味。